俊杰看着周子轩发呆，一点不想到自己喷了。陈刚告诉三人，他们将在一起并肩作战，一起训练。周子轩回忆跟李俊杰一起的场景，别人都说他傻，但他并不觉得。曼陀罗认为周子轩的眼光太独特，周子轩表示木川极力反对他和李俊杰。曼陀罗想听他们表白的故事，李俊杰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给周子轩告白，两人就在一起了。周子轩表示李俊杰就是自己的全世界。阮太元让家来用绿布瞒了所有人，制造了李俊杰死亡的视频，其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认为李俊杰已经死了，让他回到模式偷回 VX3, 好让他可以控制网络所有。只不过目前木川将 VX3 控制己有，八成的股灾很可能是他的杰作。李俊杰问凭什么要帮他，自己可以不要三个诉求，阮太元让他吃苦长点记性。周子轩相信李俊杰，曼陀罗认为李俊杰没有救的必要，他说自己被抓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个日夜陪伴自己深情的男人，嘴上说着承诺，最后却选择背叛他。周子轩再次表示自己的决心，李俊杰就是他一直坚守的人，哪怕之前李俊杰离开的三年，自己就算懊恼过。狱长在屏幕外边也听到他们的谈话，感动的眼眶都红了。周子轩打动了曼陀罗，曼陀罗要送个礼物给他，叫雷欧，也许是他的通行证，但也有可能是催命符，并送了发卡给周子轩。周子轩感谢他，曼陀罗说出自己名字叫罗曼，看到一束光照进监狱，感受到了自由。石云浩喝着闷酒，木川希望他不要沉浸在悲伤中，要顾及模式的安全，表示自己就是一直在保护模式的力量。他带石云浩看了 VX3, 说着他的巨大威力，表示自己需要他的帮忙，这个是天蝎的财产，拿出天蝎的标志，并告诉他天蝎的秘密。天蝎的创始人之一是阿尔法，但不到一年就死去。石云浩知道，李俊杰一直触碰模式的底线，只有除掉他。木川表示，不能让周子轩知道，否则他有危险，但自己看中石云浩，是认为他可以帮助自己，而且是最理性的，让他跟随自己。陈静文看到李俊杰死的视频，一直恍恍惚惚，编了一个只有李俊杰和他知道的代码，一直在等待一个回复。石云浩想了前前后后的事情，表示自己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，但为了帮助李俊杰，不管别人怎么误解自己，也不管这股势力多危险，自己都会拼尽全力去调查。阮太元让家来继续给李俊杰施压，用残忍的手段折磨他。李俊杰被打得浑身是伤，晕倒在关押室里。阿曼达打开电脑，让玛雅把昨晚保险库的监控路线给自己，发现木川带石云浩在那里出现过。他迫不及待找木川质问，木川不回答，石云浩也故意不配合。木川劝阿曼达早点离开八城，石云浩开车带周子轩见阿曼达。阿曼达让他想清楚，如果化身曼陀罗将会独自行动，而且会很危险。周子轩言辞恳切，确定自己要这么做。